这一次我们要玩的是梦幻嘉年华。第一场是宫崎彗星的样子呢，不过我们这一次球播出来的速度，为了要能够更多人玩更多场游戏，所以我们这次真的是非常多人同时来进行帮忙的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第一场一定是过关的啊，38000分还蛮高的哎。这次你们有准备打算要怎么样吗？就是打哟。只要打中小丑，就有更高的分数的样子哦。不过这次的时间不多哎，只剩不到10秒钟的时间可以获得分数了。时间结束，这次能不能获得过关呢？小丑很开心的一直在闹，恭喜过关！哎，林立西亚你表现得不错哦。我们又可以再继续选关卡了。这一次是看起来是打海盗的样子哦，不知道海盗会不会攻击人呢？哇，时间真的是也是越来越短哎。好，一样时间结束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关的，一样能不能顺利过关呢？恭喜过关！我跟大家讲，这个游戏没有别的诀窍，就是越多人一起玩，可以玩越多场。哦，获得了50张彩票，不让你玩了。我们来看出彩票吧。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梦幻嘉年华获得了50张彩票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所以我们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里是乐极斯游乐世界，这个游戏就是越多人玩越好玩哦。